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本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追想练习第五天护航啊，这个护航怎么做啊？然后还是老规矩，到这个活动这里点一下匹配，点一下匹配，还是强制匹配啊。大家如果有好友的话，可以跟好友先组队，没有的话就还是强制匹配。然后进来以后还是50秒的准备时间啊，耐心的等一下。然后这一关的话，说白了就是要护送这个平台。就是护送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平台，护送它往前走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前面出现了两排这个东西啊，中间有个红色的门，我们要去把这个红色的门给它打烂啊。这个就是中间有这个阻挡那个平台的东西，把这个门给它打烂。然后打烂的过程中就是打怪吃金币啊，你像是金币都可以吃，把这金币都一吃，然后有怪的话打打怪，就把这些门都给它打烂。因为这些门会挡住那个平台，不让平台走啊，把这个门打烂。然后有怪的话打一下怪，然后让平台往过走就可以了。就是护航嘛，这一关就是护航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台慢慢就过来了啊，它慢慢的就过来了。然后我们坐上这个平台继续往前走啊，坐上这个平台继续往前走，就是金币吃完怪打完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下一个关卡啊，我们还是上一下，来把这个金币一吃，然后下去把这个门给它打烂啊，把这个门给它打了。这边也是，这边有两个门，把这个门也打掉。然后怪出来了，清一下怪。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他没打那个门啊，他没打门就导致这个东西过不去，这个东西过不去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卡着。门是要打掉的啊。门不打掉，就只能在那卡着。哎，上不去，这个平台不让上。拿完金币还是回到这个平台上啊。然后这是第三关，第三关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先上去，先打门啊。我喜欢先打门，我不喜欢先打那个怪，就先不管它，先打门。这一关会有三个门啊。OK，把门全部打掉，然后现在清一下怪，现在把怪一清。那边有金币，把这点金币吃。啊，这会儿还有几个怪，把这几个怪再一打。嗯，那这应该就没了啊，这就怪就清完了，怪就清完了，金币也拿完了，现在就回到这个平台上面，回到平台上等他去终点就行了。整体上来说，这一关也是比较简单的啊，也是非常简单。就这个追想练行这个活动，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白送，每天白送70原石嘛，啊，每天白送70原石。然后前面有一个金币，来把这个金币一拿，把这个金币给他一拿，那么这就终点了啊，就已经到终点了。5秒后结束，应该也是很轻松的就能到500分，啊。啊，680分，很轻松的就可以过五百，就可以过500分，把三个档位的奖励全部拿到。然后最后一关也是这样，好吧？明天就是这个追想练行的最后一关了，每关70原石，一关60嘛，一共是420啊。这个活动一共是420原石，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啊，也是一次全部拿到，好吧？这个活动也非常简单。OK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啊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，拜拜。